啊，请各位委员尽快就座哈，谢谢。上课前注意一下手机哈，看没有关机或关震动哈。好，这节课是由我们徐歌苓召集人哈，徐召集人所带来的参众议会在民主国家的表征，好，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谢谢。丁立柏哈，是我们的那个参众议员，在这边上课。一开始。我敢问大家一个问题，我问参众议员讲，恁即摆拢是等于是立法单位上大诶，对你来讲，啥人上大？你的上面还没有人，上大是啥人？啊，结果因讲啥？恁又讲伊会讲啥？伊讲人民呐、啊，敢对？啊，你们觉得好？这样我要问哦，参众议员来叫我叫上课。我问他说：“对你来讲，你即摆是成为参众议员了，谁人上大啦？”哦，啊，他们的回答，我嘛做了。那是你是参众议员，谁人上大？认为是人民的，请举手。啊，不是人民的，请举手。哎，好，对啦，怎么会是人民？谁给你权利？今天权力你是靠投票选出来的吗？不是嘛？我跟你讲哦，你们不管在哪个位置哈，先搞清楚你的上面是谁，你的下面是谁，干不起。特别你们要做内阁的，你要搞清楚你负责任的对象嘛。你的负责任对象是媒体吗？啊，行政单位太太，还是你们家的小孩子？都不是嘛。你有一个身份，你的新的身份。你要搞清楚我是谁，那你要冲下，对谁负责，我要做什么事情，你把你的上下左右都弄清楚，你的同僚是谁，啊，不然你就灰去了嘛。人民怎么是你的最大的？因为咱即马三十年不免选举，你怎么当成议员的？习近平就会给你鸡排嘛。你要听人民的声音，我不叫你不要听哦，你要听，可是你的老板不是他们。那更何况，上次那个共解概念也是很荒唐。我说民主很重要吗？我还讲哈，那时候有一个同心战线，难不成民主是不对的吗？我讲休淡了，先不要讲那么快。上面叫做民主，你要用英文来解释，还用中文来解释？中文的民主是从哪里翻译出来的？是先有中文里面的民主，还是先有英文里面的 democracy？ 英文先有嘛，中文想试图去翻译英文的意思嘛，翻不出来嘛，就给他放一个民主，这名人人民当主人的意思。哎，那个给我一张人很多一张照片，小蔡，待会那个时间帮我算很准哈，时间到叫我一下，人很多那一张照片，来，民主。怎么个主人？我来讲哈，你们家爸爸妈妈不同意见，小孩子就可以玩你们了。跟妈妈讲说，爸爸说什么？说要给我5块钱。妈妈说干嘛呢？啊，过去啊，爸爸说妈妈跟我讲十块，就在玩两边的。你上面如果是两个主人，他都挥去啊，一个公司两个头都挥去啊，啊，那一个公司60万个头怎么办？你要听谁的？什么叫民主？这对人当主人吗？你上面放60万个人都叫你做事，你有没有笑啊？你有没有 K 笑的、啊？不要那么简单被中文民主两个字套掉了，不要那么容易被骗了。Democracy 是这种系统，怎么管理60万人？那还是只是你的选区嘞。啊，天不要轻慢两，没安怎？是谁要做主？人民做主哦，那是骗你的啦。媒体在骗你、啊、怎么可能让这些人做啊？这些每个人要上班吃饭睡觉，
那有时间去管你在做什么？国家有那么多琐碎的事情，那个法案你都看不懂，你让他们做主吗？由他们投票决定吗？所以我顶礼拜我讲一件代志哦，不要民主，如果是一个好的制度，再听一次，民主如果是一个好的制度，我没有在反对民主哦，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为什么 private sector 私人公司不去采用？我们公司的投给大家投票决定嘛，我们公司下个礼拜大家投票决定嘛，我们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大家投票决定嘛，哎，是这样哦，公司到时候倒去了嘛，绝对倒。那一个私人公司都不敢采用民主制度，为什么一个比私人公司还复杂了几百倍几千倍的国家要用民主制度来？你有想给我想过了吗？所以你过去对于这些东西的概念都太容易加来了，所以下人是咱头家人民哦，笑死人，要想过再讲这句话。以后大家是内阁，内阁有分为，待会再讲那个好了啦。我讲到说民主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治理百姓的方式，但我们的这个恢复的这个系统还跟人家不一样，那个不是进去美国的系统，那算是回到大日本帝国的系统。大日本帝国的系统不一样的，我待会慢慢一样一样讲。还有一个，人民多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他的 interest， 他个人的利益，那这个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冲突怎么办？你听谁的？好在你们现在是内阁哦，内阁不同于参众议院，参众议院要听人民的声音，对天皇负责，是天皇任命给你，叫你去听人民的声，反映回来，叫影响行政部门去执行，去做代志，对不？啊，最后是希望谁要人民好，是天皇希望百姓好好给我们照顾嘛。啊，过去不是这样嘛，但是一个爱百姓的天皇会透过这种机制 governing 的机制来给人民最好的福利嘛。哦，那个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今晚只在讲说所谓的议会制度的本质是什么。通常是美国选举啦，过去美国的选举拢百分之多少的选举率，过去二十年只有50%左右，50%到55%左右，意思就是说45%的人并不投票的，50%几的人是有参与的，啊，参与里面有浅层、中层、深层参与的，啊，意思就是说，这多人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对这有兴趣了，啊，难不成他们的意见就要被盖过吗？这叫民主吗？啊，这里面较派声较大声，所以就有利益团体造出来了，哦，啊，你如果民主用投票的方式，大家结几堆。我这群人，我的利益互相保护啊，用团体的力量跟你透啊，啊，你怎么办？你要听他们的吗？你这样就要去听他们的吗？民主是不是有问题？过去我们以为的民主都有问题啊，所以在形成立法院，另外，早上不是有一个立委来跟你们讲说，哦，我不讲谁哈，我都没有给人买票，我无安怎啊？拜托哈，无买票是应该的，不是一个 credit， 不是一个 credit 怎么讲？没什么了不起，本来都应该安尼啊。是直接做中华民国在流亡系统里面变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的，变成这是一个模范立委，不对吧？这是应该每一个人都遵守的啊，你怎么可以买票？你本来就应该努力的审查法案啊，无名无籍去做呀，这是你的职责所在啊。结果在这黑洞里面变成一个可以邀功的方人，可以跟你们讲说，哇，你就给怕婆啊，哇，好棒哦，太丢，你们是不是价值观被扭曲了？是啊，内阁阁员以后你的上面就是给你命令、给你权力，那个就是你要听他话的。我们以后是个团体，特别你是进入有点像是事务官，把你该给的任务把它执行出来，切实执行。哦，这个有 command system， 有一个命令的体系，
你有你的上面，上面有上面，这样才能动得了这个机器。在这里面不需要像议员要一天到晚跟人民去拔挪，没有，你有你的部分，比如说你是外交部的，还是你是行政单位，还是教育部的，我们有整体的台湾民政府的规划跟系统跟执行，好好把它执行，切实把它执行，那就好啊，不要想太多啊，不用自己创造太多东西啊，那个自然有负责的人，更何况咱每一个人来个家，是不是你在这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够不是啊。我们还有本质哈，就台湾民政府是在过渡时期哦，要知道我们的 nature of 这个 business。我们什么是过渡时期？咱今麦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政府制度吗？不是啊。我们是美国军政府下的，他成立了台湾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 管理的是民事事务，外交也不关我们管啊。今天大政策当方向也由不得我们制定啊，我们还是在被占领区的百姓成立的政府，我们的限制很多呢。比如说你美国会跟你说你不行呢，你不行呢，你会让他反抗吗？没法多啊，你反抗的话他就有统治者的占领者的命令就是我们的命令啊，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命令啊。不是你不要去，你可以跟他 negotiate， 但是不是跟他吵你的角色不对你不是，所以这个大前提没有的话大家会 confuse 掉，会混淆还有接下去我刚才不是讲现在大现在派人对造出来吗？接下去就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腐败，就是开始对你现在看到国民党这些黑洞，就是这样人民做主。那我问你，谁最喜欢讲人民做主？报纸嘛，媒体嘛，媒体都在说人民雄大，为什么他？请问你为什么媒体要讲人民？为什么？报纸是不是要卖？媒体是不是要卖？也卖来销售啊？是不是要以大众为主？这就是他的金主啊，他当然要讲金主最大啦，人民最大啊，人民共享近乎都在听啊，不规矩你台中每一个项目都用投票就决定就好了，还要政府做什么？就是，所以媒体喜欢这样操作嘛。然后更糟糕的是，媒体还不一定掌握到这一群人的意见哦。媒体经过消化，跟你讲要做什么。所以他也不代表人民啊，他有做统计，所以他每次根据我们调查抽样调查显示，根据我们电话民调访问民调几趴的人支持什么，其实这都可以操作的嘛，操作到最后什么叫媒体叫做另外一个权力进来，除你自己的以外又多了一个权力系统被几百胜啊，待会我会让你看一个更清楚的 picture 哈。也就是说在这么样民主制度这样玩到最后你现在很痛，没有人可以负责了，没有人要负责你做错政策决定是谁要负责？他说我下台负责。下台是什么意思？就不让你再做坏的意思。这怎么叫惩罚？这没有惩罚呢，一个没有惩罚的机制是有问题的呢。我想办法找到机会尽量的捞我要的东西，下台离开得到他要的，这叫民主机制吗？这是很 stupid 的机制啊！难怪私人企业没有人要用这种机制在运作嘛。人民政府起来不是这样呢，我们是有负责人，层层负责的地方，谁负责下台啊？马上处理啊，惩罚赏罚分明啊。好，接下去下一章。我刚才是不是跳过几章？在前面。让我解一个观念让出来家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从下而上的组织，我们从上而下的组织，我们不从下而上的。也几年来说人民不跟你支持要怎样 No， 我们权力来源不是来自于你们，我不是因为你们投票给我多少票我今天才坐在这边做这件事情，我上面有人就是美国军政府
他 recognize， 他授权给你台湾民政府，接下去你要执行他要做的事情了。现在知道哈，台湾人民是被占领地的百姓，但是他目的为什么要让你学习？就学习什么叫做民主，下面一个叫做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不是要 deny 哦，适当的他。现在我一个问题哦，为什么要不管什么制度，就是为了管理人吗？民主原文叫做 democracy， 是人民拥有一些权利，甚至于在美国这样的系统里面，哎，人民到底有多少权利可以控制政府？没有哎，你选出，比如说你选总统，这一州如果哪一，比如说共和党赢了，就共和党的人胜出，剩下的票都算他的哦。比如这一州代表多少票，就那一票。所以人民真正直接选举到总统机会是没有。你选了参议员、众议员以后，他代表你去执行一些事情。你没在条例去总，你给他一票呢？让他做到够了再下来，再换另外一票，没有啦，这没有所谓的以前以为的民主，不是的。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机制，为什么它好？不能单看机制来看，我们要还知道什么叫做 modern， 什么叫资本主义。美国不是跟我们讲说，就今天你走到共产主义去，对吧？为什么？美国到底在怕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 big story， 就大故事。什么是大故事？下一章。OK， 对，这张，这个以前你们都看过，但是我之前没有时间，因为初级班、高级班都没办法讲得很仔细，我再重新简单的讲一下。这是一个倒三角，下面叫做 R&D， 也不能用 R&D， 应该说基础科学，然后技术，然后 marketing 市场。在16、17世纪的时候，一开始了哈。然后人开始发现大自然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说蒸汽，哇塞，有蒸汽 vapor 哦，然后用这个去制造一个内燃机，用蒸汽推动的机器叫做 combustion， 内燃机以后就可以制造很多，本来一个人一天做一双鞋，他现在一个人一天做1000双鞋子出来，科技就产生什么很多大量的产品，大量的产品拿到市场去卖，啊，市场上卖了什么呀？赚钱。赚钱回来干嘛？再做研发，你不可能做一年前的鞋子吧？没有人要穿哎，他就在 push， 大家在有新的需求，在制造，在生产，在卖，在钱，按照滴滴嘎，这叫做资本主义的巨轮，一个轮子在跑了，叠嘎，在嘎的过程当中，人从什么做了什么改变？这时代的巨人在嘎。这是一种经济模式，因为人类因为这样的经济模式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比如说以前没法度治疗的病现在都可以治疗了，以前平均寿命很低，现在寿命很高，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巨人之后才有钱，有钱才可以做研发，才针对人的病去做研发，这都要钱啊，要实验室啊，要科学人才啊，要器材啊，要不断的犯错，最后研发成医疗供应给市场，对不对？这个系统要运作起来啊，因为这样子，所以人民的知识水准增加了。过去在没有这个资本主义运作之前，人的知识水准就低嘞，没有几个人识字哎。国王颁布一个法令，打来百姓怎样？应该让进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交谷物给上缴。啊，那年，对不对？以前一般世界上平均，是因为资本主义出来之后，哦。所有大家平均知识，因为要技术、要研发，这些人都被受训练，所以金麦郎比卡在郎靠地线嘛，平均的水准紧嘛，念初中、念高中、念大学，一直念上去嘛，所以文盲被消除了，疾病也被消除了，然后贫穷也减少了。金麦公摇咖，无糖食的不？无啊呢，除非战争呢，要不然你正常，你只要轻走。一定有糖家嘛，一定有东西吃的，不会饿死，没有这回事。你只要有一个愿意做，就有工作。基本上现代社会跟过去不同，过去你如果没有工作，那都夭死很多呢，就算有能力也夭死很多呢。可是因为这样的制度，人类就开始改善很多嘛。你今天手机也是啊，
我随时以前我跟你讲话，我要走两背两粒山再跟你讲一句话，现在被人拿手机卡来卡解决了。那这是怎么跑来的？科技啊，啊科技怎么来的？要钱啊，啊钱怎么来的？就是靠这个系统在 run 的。所以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能违反这个运作的系统。我举例子，前几年有一个行政院长一上任就说，以后都不准送花，不准有那个宴客，你有听到吧？哎嗨呀，哎出来了，所有的花农都完蛋了，飘起啊，影响的相关企业都死掉了。这个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经济运作模式的，公费给人做行政院长，是不是？那我们所以我们担任内阁的人是不是要知道这一套系统？当然要啊，我们议员要知道啊，民政府的人员要知道这个系统啊。啊，这个怎么运作 ？OK， 在动的过程当中，当然有所谓的副产品 by 到嘴，比如说我在发展工业，我们在做如果在工业单位、工业的部门，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很多污染，那怎么办？难道这样就把这个巨轮给停止吗？不是嘛？它是它的副产品，你要想办法用更新的高科技解决这污染问题嘛。比如说这环保啊，这不会啊，一共没在用。他说这个几千年不会化掉，那怎么办？难道就不用吗？不是嘛？我们研发一种新的可以自己在自然界分解掉的东西嘛，还继续用保特瓶啊？可是保特瓶有分类啊，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的保特瓶啊，有些经过几年就分解掉了。像我们现在球鞋很快就分解掉了。过一年你就不要多个情，可以给球鞋情就顾为吧，橡胶球鞋让穿个几年，基本上不要多啊，吸干鬼它自己分解掉了，就是经过科技的发展，这些东西就解决了，就不能再用传统方法来面对这种问题嘛。好啦，这个资本主义的巨轮在运作的时候，怎么让这个巨轮停住？怎么让它停？最糟糕，让它动是好，但是一旦停怎么样？哦，问题就来了，问题很大哦。我先讲怎么让它动，就是有钱人要的更多，没有这个运作过程当中，人的需求很重要，对不对？我要，我要，我要，你才会让这个动嘛，才有人买啊。急在开始尬嘛，如果大家都说我不要的时候，这连那尬不起来嘛。怎么让他这个巨轮停止？很简单，有钱人觉得生活很空虚。穷人觉得生活很满足，了解不？是不是？这个轮子没有动力啦。穷人刚刚我抱一个背啊，啊，开始去信佛啊，开始吃素啊，下面走啊，哎，这个轮子就停了。然后穷人觉得很快乐，哇，每天就是上网，也不用做什么事情，只要每天50块钱，我就很快乐啊，我可以看 DVD 都盗版啊，什么什么的。这就是停滞这个巨轮转动的动作。按了解哈，那怎么让它动嘛？就是让有钱人觉得不够，不够，我还要更多。那有穷人干嘛？我要奋斗，让我的生活获得改善。这里那的滴滴嘎，因为它制造需求，你要制造需求。手机就手机，可以打电话就好。看在新的那个手机还没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哦，手机也就好啊，为什么还智慧型？啊，现在知道不？智慧型一出来，养活了多少人啊？啊？这智慧型的机壳、机身里面的软体、里面的游戏，连个送个贴图，都可以产生一个很产业呢。你怎么可以小看这种事情？所以政府官员做决策，你要想，你动一法，对不对？牵一法动全身呢。啊，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公被给养惯，观想，撸惯撸嗨嘛，你走对到倒退路的代志嘛。那美国既然是这个巨轮在运转里面的老大，所以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在这个运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几个原则。第一个，你一定要民主。美国要推民主是有道理的，因为民主的机制才让这市场 market 是一个活的市场，不是谁可以主导说你们只能穿毛装，你只能哦，一天吃三餐，你吃什么菜色我规定，没啥呢呢。民主机制是一个资本主义运作很重要的基本元素呢。还有一个什么 ？Freedom of speech， 你要自由，要民主就要一直可以讲话啊，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他的意见，它是一个活的啊。所以因为
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才会推这个相关的所有措施，所以美国在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嘛，他知道如果这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他们政府就用政府的力量会去控制。举个例子，中国就是这个例子啊。我过去是不是讲一件事情，讲到那个越战的故事，还记得吗？听过的人请举手。越战退伍军人啊，都没有听过、啊、我再讲一次、啊、有人听过越战退伍军人、啊、越战就打完越战了啊，登基隐蔽拱，他到德州，他家回到家带着一个包包，他照了包包的时候，一个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银行去，他就把包包放下来，说小姐我要存钱，小姐说你要存多少，他说备勤班，哇这么多我不能处理，我叫我们经理过来。第二个经理说、欸、听说你要存8000万，我说对啊，啊我可以看你拿的钱吗，啊可以啊，啊就从包包里面一个一个用手铃啊，这样、橡皮筋绑起来一捆一捆拿给他看，啊经理拿起来一看，说先生你不要开玩笑，这是大富翁的玩具钱耶，大富翁你有这样，你有剩给我那个玩具钱啊，啊这里面有备勤班，一千钱也没有，我也没有，然后你在开玩笑是不是，啊结果那个越战退伍军人说，哦魔弄，我没有开玩笑啊，这个钱哦，我在越战的俘虏营里面给我们俩给一准俘虏营来的，是真的可以换东西耶，我拿里面的钱就可以买牛排耶，可以买法国红酒耶，可以买古巴雪茄呢，可以得到特别 service。经理也不是省油的灯，但一公料一熬，这经理讲啥？啊，只可惜你这个俘虏营已经关啊，如果开着的话哦，我倒是希望有一点美金，跟你换钱，入去来这享受。你可能懂这个故事，我要再多一点解释。改革开放1912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因中国嘛印钞票啊，他们是走共产主义啊，对不对？共产主义是跟走颠倒方向的哦，所以为什么跟资本主义的仇敌是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统一管理啊，你要什么每天就给你发一个牙刷几件衣服够你冬天穿啊，吃大锅饭爱得厚啊，爱得厚啊，人基本的需求我都给你啊，你要电吗就给你电啊，那边水哦你水免费的啊。所以最近有一个重新讲说，哦，那个苏联啊，他们对他们好，水电免费啦，瓦斯免费，是不是很好？房子免费，干后你要想再想清楚哦。你如果大家都有这个东西的话哦，这东西大家不会引起经济的活动哦，这是由政府直接给你的哦，它不会刺激经济哦。与其这样子，我赚更多钱。让你去付水电瓦斯房子的钱微不足道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付这个很轻松对吗？如果我今天赚了一个月20万，我付个10块钱水电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当然愿意去付啊，但是意义不同，跟政府直接免费给你意义不同，那个叫做共产主义的天堂啊，是吧？共产主义的天堂一出现的话，资本主义的天堂就不见了。你知道那边钱吗？改革开放的时候，1972年，意思的一共，以共产主义来对人，一共哇，我可以10亿人，10亿个吃大锅饭的人。但是，一看到外面的世界，哇、哦，越来越多彩多姿，每个人有各种衣服可以换，自由的市场在那边交易，每个人可以上街买他自己要的，然后工作机会，然后知识水准越来越提高，然后大家畅所欲言，爱讲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创意产业出来，电影啦、啊，好莱坞啦、啊。哦，蓬勃发展，看到他眼睛都红了，所以想啊，那个行了给嗨啊呢，我只会去制造武器，准备对抗美国而已。所以中国就跳啊跳啊，哎呀，跟你谈条件，说我也要玩，我也要玩加贺啊，啊急呢，所以这就像玩大富翁一样嘛。美国说你今晚走的物件我不爱啊，你没办法进入我资本主义社会啊，你造的毛装我们不要穿啊，你的脚踏车我不要骑啊。你的车子很烂啊，所以呢，他一讲开放的意思就是说，大量的美国要把资金、技术进去中国，帮助你
扶助你，教你做一个有用的资本主义的人嘛。你做的东西我们知道，你才会进入我们系统里面嘛，你才会得到这个系统带给你的好处嘛，对吧？那一开始我没几秒钟，没关系啊，人民币抵多少美金我换给你啊，就好像你玩大风，一开始你可以拿台币进去玩大风，拿美金进去，不可以嘛？那来电是来电急嘛？所以伊就把人民币兑换率就当作送你钱开始玩呢、啊，以后再还回来就好了。所以这帮就努力的赚钱，所以中国在短时间累积大量的财富，它成为这个资本主义中一个很大的力量进来了，可以帮这个轮子滚得更好。但是你如果进来的话，如果哦，你就乖乖的当一个模范生，好好的制造、生产、研发，把你赚来的钱帮助人民改善他的生活，不光是改善生活，让他们观念接近民主、开放。结果不是，一集体来继续钳制他人民的思想，鼓吹民主主义，贪来得及，他还做什么仿冒嘛，对不对？仿冒就是违反这个啊，仿冒就是把这个巨轮给停止的一个阻力嘛。仿冒就是你的智慧财产人一下就被人家偷走了，那他人家的努力就不算钱了。仿冒是一个资本主义运作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美国一定要管理仿冒嘛。啊，中国的仿冒啊，啊，中国不是啊，仿冒拿钱去变，贪来钱这样去买武器，去买武器，大量的买武器，买石油，是要修台啊。如果这些武器买来是要 self defense 自防卫，那也就算了。OK 的，本来就每个国家有自卫防卫的力量，这个是一个产业。但是你拿来是要打掉别人的话，嘿，意思不一样哦，那完全不一样哦。然后他现在是怎么样？二是他不仅想要打仗，最后他想取代掉美国。怎么看？他有一阵子他讲说，以后卖用美金啊，那卖用人民币做计价单位。嚯、哦，这个可恶啊！这就是在。是在挑战，就好像大富翁来讲，哎、欸，这钱都卖省，那另外一个印来取代，就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这个要被取代掉啊。美国怎么可以这样呢？老大在那边，他不敢直接挑战老大。最近他学聪明，他挑战老二。一共我经济体型大到一个地步，我可以挑战日本。这个，但是你的行为并没有按照资本主义里面的系统啊，一个 barbarian 啊，你是个野蛮人啊。在资本主义的运作过程中，你属于那种野蛮人呢、啊，因为你还是推行民族主义，这种四处这样攻击要占地嘛，你不遵守自由世界的国际法这种基本规则，你都不愿意遵守，你就去挑战嘛。最近当然不一样了，他一直在修正，我们也要给一点 credit， 他是在修正，但是来不及啊，因为他上面可能有些人知道，可大部分的军方也不知道啊，就很阿爸、啊、钓鱼台给挑战了什么挑战，对吧？所以对于支持中国的这些国家，小心一件事情哦。Can you afford？ 你可以有足够的负担？你可以负担得起中国变一个大国吗？变成一个主导性的大国吗？那现在你的游戏规则都要换掉哦。你这个时代的巨人不能再滚下去了哦，会滚得很奇怪哦。现在目前都有各种法律。比如说有商业的挂着 GAT 啊、关税协定啊、什么贸易协定啊，哦，各种在规范这个东西，就是慢慢把中国规范到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它是对所有人类有用的东西，是安内啊。现在知道了哈、哦，你讲太多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拉回来，当你有这个样的 background 之后，再来看我们要做的事情。哦，当你有这样的，你做的动作不能违反这种原则。如果经济的运作是这样的模式，你要顺应的经济运作嘛，制造人民的财富嘛，让大家赚到更多钱嘛，你才有税收嘛，国家才营运嘛。OK， 可以哈、哦，来，我们再下一张。好啦，这张可能要花多点时间给你们看，这是美国的系统。看起来你们应该会醒一下，那蛮可爱的画嘛。我花了很多时间进，像我们这样搞的。我儿子今年念大学，哎，三个。然后，来看到有没有三个面相？
这是平的，这是直的，这是这边 I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这个推到后面就是后面那个三个粉红色的啊、哦，这里这边叫做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就是政府的基础是什么。你们有看到什么基础？ Civil Liberties， Federalism，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这是美国啊，所有州政府啊、哦，然后选宪法啊、哦、Civil Rights， 在注意这些前提的条件之下建构所谓的政府系统，就是后面的三个行政、立法、司法，有没有 Congress 议会嘛， Judge 立法嘛，司法单位嘛， Judiciary President 总统嘛，然后这就是 Executive Branch Their Bureaucracy， 就是我们这些单位啊，就是内阁成员、啊、我们民政府组织表，你要现在这种组织架构图、哦、你如果清楚一目了然，跟参众关系你也知道那个关系是什么，你不会 confuse 掉。 OK， 比如说内阁，好，那我这还没讲完，然后这个是什么叫 political behavior， 政治的行为，因为这些政治东西产生的 the media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然后 interest group 利益团体，现在会看吗？有点复杂，待会你要考其他的事，所以我今天刚刚八点半来准时、哦、OK， 三个单位，这东西有点复杂了，要不要讲一点轻松的再过来？我跟你讲哈，在做这个，我待会回到这张图，你先有一个概念就好了。但是你把自己当做那个一个要治理百姓的一个国王来讲，你要怎么样的系统？这是最近发展美国发展出来的系统。那先不要讲那么多了，我们先走下一张，待会回来这张有点复杂。OK， 人很多对吧？要人去管，但是这个管理的系统不是我们最近才发生的，老早在以前苏美人啊，或者早期的希腊啦、印度啦、罗马，都已经有这种议会制度，在管理着百姓。哦，那议会制度里面，他们这个字叫做 bicameralism， 就是双院制度。哦，有众议院、参议院，他们也以前叫做贵族院跟平民院。平民院就是下骹徛的声，贵族院是顶管落去的声，这两个去平衡。你记得哦，我们讲到权力，你既然来到内阁，就跟权力有关。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你权力的对象上下是谁，你还知道权力的结构是什么？要不然你就不要来嘛，你就是一般百姓嘛，你就过一般百姓的生活就好。一旦进入到政府机关单位，就跟权力有关嘛，权力责任嘛，权力责任嘛，一定跟这有关的嘛。那权力就跟这有关呢、啊。双议院他们叫 check and balance。就是想办法平衡，它有一个大前提。来，我待会会回到这几章哈。来，我们走一下那个，哎，等一下哈，这是整个系统。来，再往前走，我们讲有一个，再走，哎，你可以直接跳，看到他眼睛会疲劳，先不要照，赶快跳回去，帮我找一张哈，他讲那个 Angel。到最后有一个对照表，它好像 good and bad 左右，在最后几张，直接挑那一张 good and bad 那一张，有没有？有没有找到？有几个白底写黑字的，白底写黑字只有几张而已，就一张。他说人的那个贪婪啊，还有人的 fairness， 啊，对，在这里。谢谢你。check balance 是基于什么？跟你讲哦，在座各位都不是天使，我也不是啊。这就是美国在他们的 founding father 在建构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们已经老早很怎么样，很实际的去观看人性，人性不好，好的地方就是有怎么样，有说理的能力 reasoning。
可以把东西合理化的能力，有什么 self-discipline， 会自我训练自己去达成某个目的 ，self-discipline 自己管自己啊。然后 fairness 会有公平的观念，很奇怪哦，你小朋友没敢搞，那个门给他提照，一堆生气，一堆生气，为什么？他觉得 unfair 啊，那本来是我的，怎么会到你那边去？而且这个跟文化也没有关哦，你到非洲、到白人地区还是印第安人，不管哪一个，都是一样哦。你提爷门给你的生气哦，这种叫做什么 ？fairness 要公平，但是你给他，你有一个，我有一个，他就 happy。啊，你有两个，他有一个，他不 happy。哎，这是人的本性哦。我们要知道人有这个本性，但是人也有这个本性，好的坏的都拦着会，他们不会很天真的把人当作天使。待会我讲哈。第二个受影响，就是我们容易受我们感情的因素的影响。哦，人本性是这样，那我们也不能忍受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很难去忍受跟我们不一样的认识。And greed 贪婪，要更多，要更多，要更多。基于这两个人的本性，我们设计一套机制 check and balance， 互相牵制，在我都形成一个好的政府。你要认同认清楚人的本性是这样子，有善也有恶的混合体，你才会有一个好的机制去做这个。所以 device should be necessary to control。 然后他那句话是什么？这是 Madison 讲的， if men were angels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如果人是天使，他不需要政府来管你了啦，他们就撞得很好了啊，对不对？如果每个人就像天使一样，下面有个圈圈，那有什么问题？那都每个人就对不起啊，你先，你先，都不是这样嘛。If angel were to be governed, neither external or internal controls on government would be necessary。如果要统治的是 angel。啊，统治者是 angel 的话，你也不需要内外部的控制了啊。就因为我们这些内阁成员不是天使，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来控制我们每一个人嘛。我们都需要被控制，包括我在内，包括我们最上面、最下面都需要这个机制来控制，这个人的社会才会被管理得很好，叫做 check and balance。权力不要给任何一个单位太大。所以行政、立法、司法各司其职，互相牵制，这就是这个整个 government 的系统的精髓所在，就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所以 in framing a government which is to be administered by over men, the greatest difference 最难的、最困难的地方是怎么样？ You must first enable the government to control the governed。 首先你要让政府能够管百姓，不然没有你管你怎么样的，不好啊，你政府不好多。第二个，再让什么 ？In the next place, oblige it to control itself， 再让政府自己去控制自己。第一步，让你政府可以控制百姓；第二步，让政府自己去控制自己，互相自己去牵制。好嘞，触鼻啊！我们一旦讲到这个，我就要讲。权力，我们不得不讲权力，不讲权力就要讲到人性，讲到人性你就要面对人性，针对人性的弱点做机制上的设计，来控制这个可能衍生出来的弊端，就这么简单啊。金刚呢就有政府啊，就有禁户啊，禁户就做机关代志啊。那我们跟一般人民不一样啊，一般人是无受你管的啊，他另外一种方式去控制他们。但是政府因为你的职责所在，好，再不讲这个，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再回去，再往下一个好了，再往下一个。这个 check and balance 啊，所以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它有参众议院两制。以前呢，在日本帝国里面，参议院是贵族院，贵族他们年龄的限制比较高，年纪要大一点，比如说35岁、40岁才可以被选。那叫贵族院，也叫做参议院啊。众议院的话就是比较年轻啊。那贵族院的话，收入也是一个考虑哦。你收入没有到一个之上，你还不能当参议员。参议员要一个年龄的限制，为什么？因为机关党代级他问呢，别人这么容易起起落落啊，也不那么绝。就是说，众议员的人比较容易直接反映人民的想法啊，上面的人还会考虑到。的人的想法啊，这两种人的想法在这边得到 P
平衡。OK， 下一个，再下一个，我退回去哈。OK， 好，再回到前面，这个我待会再讲，直接讲这个好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哦，这个因为这是算插播了哈。记得我以前讲过故事吗？讲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俘营里面关什么人？啊，德国战俘营里面关什么人？大家有听给我？德国战俘营关什么人？啊？不是，原来那叫做集中。哎，集中营关犹，哦，对，集中营关犹太人。这是战俘营，战俘营是盖一修台，里面除了美国人，可能英国人，可能其他国家的人，因为修台关了又关一些，那他就把他放盟军的人，他就把他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可是德国人想做一个样板，对联合国有一种示范作用，就是说遵守日内瓦公约，我们战俘每天有三餐，晚上加一个宵夜，啊，所以很多德国人想进去里面工作，为什么要进去工作？因为法克的人因为战争的关系，吃的东西都没够。所以你去里面吃头路，那时候至少人有三顿，你能捡一些东西偷偷三顿去家里，家里的人这样吃，啊，结果现在就有问题。那为了防止这种弊端产生，他就设很多卫哨，卫哨在外面就站岗看什么啊，出来的工作人员出来就叫他袋子打开啊，袋子打开啊，他空空的，下一个袋子打开看啊，没有东西，下一个，对不对？就是检查袋子嘛，里面有没有东西嘛。啊，结果这里面有一个警卫在门口跟他里面在工作的另外一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是好朋友啊，他就说这个他们俩聊天啊，这个警卫就跟里面工作这个朋友说，哎，咱做一个大汉的，我说不知道你什么款，你自小就爱偷的东西，哪有可能我建议给你检查你的袋子里面都空空的，哪有可能啊，现在工作了半年了都没有偷东西哦。他说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别我不跟人说，他好朋友嘛，后来我跟他说我偷的就是袋子，我偷的就是袋子啦，这不是现在的塑胶袋啊，帆布袋，军用帆布袋，一个现在一卡买一两千块，啊，你每天偷一个，一个月下来三万块钱，再去买食物可不可以？绰绰有余嘛，啊，可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检查是袋子里面东西啊，袋子整个，而且他只设出口，没有设入口啊，他没检查过入口的时候是手空空的，出来带一个袋子，他没有这样检查，他是检查出来的人嘛，啊，他只是设定他袋子里面的东西，没有看袋子本身啊，是不是他的啊？啊，现在说他会这样去设定，因为长官指示嘛，长官指示他去检查袋子里面的东西嘛，所以你规关叫关照，你唔知影嘛？那，啊，整个袋子是被偷走的啊，啊，台湾的东西呢，一直叫用骗啊，规个袋子被人家拎走了，唔知影，啊，个黑心嘛，伫个车。我个车叫认真呢。我还讲，我们虽然是那个阁员，上面有命令哦，有时候我们要搞清楚哦。我先不讲这个哦，这就是所谓的议题设定。你议题已经被人家设定了，就是检查袋子里面的东西，所以除了这袋子以外，东西都看不到了。执行者到后来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也是要有一些良心 reflection 产生出来哈，哦。好，回到最前面，慢慢讲那个议会。那个官员哈，来回到最前面，我刚才停，就是那个经济那个解码那个三角倒三角形的下一章。啊，有点复杂，然后再我们待会再回到这汉堡的再下一章。啊，这个组了吗哈？整个组织架构图。那看民政委组织架构图，一边就是政治局嘛，一个是事务局嘛，对不对？啊，我们是属于事务局这部分，对不对？啊，政治局是政治局嘛。我以前是不是 interview 过你们其中一些人？有吗？没有，有吧？哦，有。对啊。这个哈，左边是什么？立法部门嘛，对不对 ？GLGPO Library Congress， 啊 ，Technology Center， 中间就是算是执行单位。美国的这个行政部门有几个 department， 这么多哦，看到了哈，跟我们经常有关是 Department of State， 对不对？国务院嘛，对，
他平常有什么？能源部嘛，教育部嘛，国防部嘛，劳工部嘛，对 ，Department of Justice 嘛，商业部嘛，农业部嘛，内政部嘛 ，Interior， 还有什么 ？Transportation 交通部嘛 ，Treasury 财政部嘛 ，Veteran 的为退伍军人相关事务嘛，啊、哦、，Department of Housing 房子跟都市发展的部门嘛，啊、哦，健康跟 Human 啊、哦。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Department of Energy, 有啦，都看完了吗？哦，就这部门在这里面再设一个 Independent Establishment and Government Corporation。这上面最大的是谁？在美国系统，这行政单位谁？总统嘛，总统嘛 ，The President,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嘛。他的力量跟这三个力量要平衡嘛。哦、所以谁可以弹劾总统？国会可以弹劾总统嘛？啊，总统提名大法官嘛？啊，国会也可以弹劾大法官嘛？啊，总统可以 veto 否决国会的法案嘛？就互相有权力制衡嘛？你要先知道这整个制衡系统哦，谁有什么武器哦？美国那个过去有很多历史，美国总统扩权。比如说布希政府做了一些事情，布希政府在他任内有几件大事。第一个 Homeland Security 是布希政府设立的，因应911，所以他在不同的那个安全单位里面增加一个 Homeland Security， 对不对？国土安全部嘛。他也因为这个设立也跟宗教有关的一个部门，所以布希总统在他任内做了不少事情了，扩张。可是他要听谁的？听百姓给他的声音嘛。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美国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的观点嘛，他说：“哎，国家走错方向了，我们现在拉回去。”所以他就拉回去，变堕胎不可以合法化，像这种都是一般人民的议题嘛。说堕胎要等一个月或者父母亲同意才可以堕胎或什么，这都是属于宗教团体推的，为什么死刑，要不要实行死刑？那这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以后你面对都这些事情呢、啊，跑不掉。不要小看，这就是以后我们日常在每天经历的事情。你要开始慢慢习惯。过去咱对台湾民进哦很多憧憬，画了一个都有想象的空间。可是我们现在开始到务实面哦，你们要很哎、欸，其实我在跟还没到我们当中那些内阁成员讲，过去哦你可能有很多的想象，可是我们现在走到务实面的时候，你人在哪里？是不是应该赶快来受训？你真的要执政啊？Are you ready? 你愿不愿意付出代价来做这件事情？哦，这要开始想哦。我们的内阁成员真的要开始想哦。接下去有很大的 transition 哦，转换哦，要不然不会走到这一步哦。我们不需要越入共入亲吗？意思的就是贵给那一点狼。现在真正让你执政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实力可以接得上去啊？你接得上去吗？真的交给你，你今天就上任。你没有这些基础训练，你怎么上去啊？你没有这些概念，你怎么突然说我们权力丢给你，然后你叫你去做官？看我懂。第一天法案堆成跟山一样高，你怎么办？哭了。今天叫你看几本书，考试就已经累成这样子。以后每天的法案呢，堆积如山呢，都要经过你审核呢。拜托哎，要。准备好了没有？我没有开玩笑哦。我现在这个课算是很简单、很入门、很……我已经把它简化到你们在一堂课里面一个半小时可以听得懂的情况呢。我们要逐步加重负担呢。你再当接不下去嘞，才接得上去嘞，这样不行啊！还要考试哎。因为以后你们等于是在他们的那个主观的旁边，那个主要控制的人，你不可能叫你现在马上去接，你就会啊，不可能啊。你们在座谁是专业的官僚体系的人？没有啊，那还是各行各业进来的、啊，但是没问题啊，你蛮没惊啊。为什么？当时国民党来叫流亡政府来是偌济高人来的，多少国小毕业、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来，他们可以，我们当然可以，对不对？对不对啦？对，要有信心。
没关系，我们就一直教啊，教到你会啊，我们随时回来再重新上课，再教，再丢你出去，遇到困难。所以那次我有跟议员讲，我们是因为在过渡时期，所以当这个责任非常轻松，你可以犯错，都还可以不用负责任，多好啊！你这个位置一坐下去，会因为什么事情要下来？除非你贪污啦，其实你做错其实都 OK 的，对不对？有人给你 cover， 其实你应该很轻松的啦。现在当内阁官员不用那边愁苦脸了，因为他告别没有，你那个位置是给你的，但是你就是基于道义的理由，好好的把自己的职位做好，都是安内内啊。爱做错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有所谓的 grace period 啊，安全期啊，我们可以跟美军讲嘛，我过去没这执政经验，你都要搞我们嘎嘛，对不对？也没叫你凭空想一个法案来，没有啊，你只要确实把事情照着命令执行出来就好啦。中央中央的政策啊，你有照政策执行，不违反政策你都给掉起来，安得好啊，也没有那么难啊。但是在这学习过程当中，你会increase your capacity， capacity 又回到我一堂课哦，能耐，你有没有？你要增加你的度量嘛，各种语汇嘛，当官的语汇你要有，好不好？那过去国民党的系统，我也不相信他们有上过这种课，这种课也很扎实哎，你至少整个架构什么不一样弄无嘞。来下一张，好了，这是美国宪法的前言呐，哈。前言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哦，但是这个前言哦，美国这个宪法是一直在变动的哦，一直在变。过去的 Founding Father 讲这句话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什么？美国人民是吧？拍谁哦？那时候只有白人，妇女不能投，黑人不能投票，族裔不能投票，知道吗？那阵是安尼嘞。可是经过他哪知道今天的美国是各种人种都在里面，所以宪法一直在改，以后我们政府制度也会一直在变动，因应时事会一直在变化。它是不是死的，是活的一个组织啊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为了要形成一个生命共同团体，贵体但不喜欢，我们无法形成，是因为这块土地上有两种人嘛，两种人呢，两种国籍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生命共同体？创造不出来嘛。想法都不一样啊，两个不同的想法怎么会放在一起？所以美国他们幸福啊，他们大家有共同的一致目标，金马兰民进会已经有一致目标，对不对？我们的人是同一种人啊，我觉得 M17 事后在台湾不都台湾人台积分代购的成名，我们的方向非常一致，我们没有那种矛盾，没有过去的那种矛盾了，没人跟他好卡啦，每个人都是为了台湾人民后再起出来嘛，对不？那也够人去叫好卡，只有对的事情我一定支持你上去，因为为了台湾好嘛。我们现在可以大大声声的说一句话，为了台湾的前途，我站出来，我要来做这件事。我现在开始有感受到美国宪法的这种精神，一群美国人站做会要来创建一个美国，赶快来台湾，所有台湾的人，同样我们已确认我们的身份之后，我们要走的方向非常清楚，没什么摇移，也没有什么怀疑对方，都不用怀疑，大家可以互相信任，从来没有做过，历史上没有这种机会。啊，回到大日本帝国里面成为臣民，这真好啊！哦 ，establish justice， 过去我们的法院也是不公平的、啊，为什么？因亏的啊，因为欢迎您亏的啊，保护您自己人嘛，对不对？哦，那接下来是 ensure domestic， 就是确保国内各州和平啊、哦。那这是美国，因为是独立的各州并在一起的宪法，所以不太一样，跟我们这观念不一样。提供群体防卫。我们现在的防卫不是我们在管的，所以你也没有这个压力啊，没有说哦，我如果怎么样的话，外国中国被赶跑，满面惊啊。所以我说你现在在安全期啊，你做摩的哦，马博代机啊，当这种当内阁官员不是很轻松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很轻松？真的没有压力耶？你只要不要贪污，其他就 OK 啊。你就努力，而且我们现在在 transition， 我们在转接期，你不可能这样子。就一直让你做一百年、两百年啊！你一定你的下一代会接班啊，所以你在这一代要做的是一个典范，在你这一代有一个新的典范出来，然后要转接到大日本系统，哦，所以你有一个历史上的使命，你是当一个 transition， 你是第一个的，
第一个从你开始，你如果是在财务单位，你就是从你开始；你如果是在卫生部门，第一个开始设立一个新的典范，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放出来做嘛？然后之后你的下接班的时候再接下去，就跟美国当初的开国的时候，草创初期美国没那么强哦，他那时候行政单位没有几个部门，三个部门而已啊，不像现在这么多部门。美国草创只有三个部门，按照 Bigo 建起来了，不得了嘞！所以不要小看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哦，你现在制度做得好的话，影响世世代代的台湾人的子孙哦。那个太伟大了吧？你不要太小看你现在做的事情哦，不是跟我扯些讨论来家讲，领一个薪水又不是这么简单，要有使命感，要有责任感，哦，自己去突破创新。你这辈子的定位，你这个人生的定位，从现在开始哦。你过去我不管给你做什么代志，从现在开始，你有一个新的定位，人生新的定位，以后人家怎么看你这个人？你这辈子活多少年？20年、30年，好不好？你怎么跟你人生下注脚？公我机器人来这世间是要做啥？你怎么替你人生下注脚嘛？以后人家怎么纪念你？你也家属怎么纪念你？这个人是谁？就是你现在做的事啊，你这机会千载难逢，贵啊爸你啊贵啊请你还没有这种机会嘞。你已经站到这个位置，位置是你的，看你怎么把这个位置做出来，哦，会想哦，促进 promote 所有台湾人哦，贵给给他中国侠哦，现在是整个台湾哦，所以在中国人的思想有不中国流亡难民的思想来的偏远地区有吗？台东什么偏远地区，华东偏远地区没啦。在大日本帝国皇帝底下，你每个地方都买起秀苗苗，什么偏远地区，没有偏远地区的，归都在下大列，不什么偏远地区。美国人阿拉斯加嘛，不讲偏远地区啊，美国那个大比台湾多多少倍，可恶哦，也偏远地区都一起中国行啊嘛，由他来看其他地方那种偏远地区嘛，啊，这个岛才多大，连美国的任何一州都比不过啊，啊，那关美赫，资源这样子乱分配，对不对？确保 secure 自身及下一代，哦，在美国，这边 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dain 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案例牧师哦 ，ordain 哦 ，establish 这个宪法。好了，下一章，我的时间可能不太够。OK， 这里是哪里？英国的国会。啊，有所谓的上议院、下议院 ，upper house、lower house。上议院就是贵族产生的，啊，下议院就是平民产生的，啊，人数比较多，不一样数目。很漂亮哦，贵了百年，1706年开始到现在。下一章，我们要慢慢认识国世界各国贵几，但我们不去注意这个，因为没有拥有权利啊。但是你现在拥有权利，知道这些东西啊，啊这是。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美国的参议院、众议院，固定的数字100个。为什么100个？每周选2个，50周100个，按照人数来决定。每一周不少人决定那一周有多少个众议员可以被选上。然后参众议员的法案要通过，他可以挡他，互相挡都可以，也可以互相支持。总统还有 veto 的权利，哦，这种 check and balance。下一张。啊，这就回到咱台积本帝国，我们回去是回到这个，不是回到美国，也不是回到英国，回到这个系统啊。但是这是日本现在的系统，又不是我们以前大日本帝国。这几本基麦黑洞啊，242个参议院，然后480个。啊，现在谁哪一党做多绝大多数？是不是啊？日本哪一党？一定要知道啦，自民党绝大多数，所以现在法案都他们在过的。哦，其他。几乎连他的一半都不到，全部加起来都连他的一半，1/3都不到，所以他们以后在主导一阵子，你满面欢乐，哦，那，啊，这是有意的在执行的事情。下一个，这是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向全体人民公布，这部宪法通过天皇向黑田亲王首相亲自递交的方式发布，即所谓的钦定宪法。所以呢，我们这宪法是日本帝国宪法是谁给的？是人民大家投票去选出来的吗？跟美国不一样哦，他是天皇自己
交给首相去执行了，那上面是有人的哦，不一样哎，我们这观念要清楚哎，这个宪法是天皇交给首相递交的方式发布嘛，所以成为亚洲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立宪君主国家，立定宪法的君主国家还是有君主 monarchy 啊，1890年，明治23年，是天皇写下宪法，他、啊、叫你去执行，哦，下一个，来看到吗？会看吗？哈，哦，1888年为了审议宪法草案，根据枢密院的官设立的枢密院，枢密院就是这个了，哈、哦，他个人不知道，就对法官、法院也解释，明确规定其天皇最高咨询机关，首任议长为伊藤博文，长期来枢密院是控制日本大政方向的重要部门。1931年，9.18事变，日本国内内政等势力衰微，军部强硬，所以在1947年的时候废除。这就是贵族院、众议院，从人民，这日本人民在这边，内阁总理大臣、枢密院、裁判所，上面有没有国务的辅弼，就是帮国王执行国务啊？这个帝国议会。让他知道人民在想什么嘛，一个是听人民的声音，一个是做事情嘛，对不对？啊，一个接受咨询嘛，哦，啊，这有军队嘛，这样会看吗？元老重臣，这个后来就没有了。这是咱大日本帝国的过去的系统，过去咱唔知，无人甲咱讲啊，咱也唔知啊，就以为自己要用较早民主国民党甲咱改一头，要来做我们自己的内阁啊。协商在内阁要参照日本，就这个理由啊。我们知道法理地位回到哪里要做什么。下一个，啊、哦，为什么不像其他民主国家？我们真实身份仍然是大日本帝国臣民，目前因为战败而处于被美军占领底下，无法效忠天皇的无国籍状态。那现在等级还是无国籍哦，还是无国籍哦。你不要以为我们突然跑出一个国籍哦，旅行证件不是吗？对不对？即使台湾澎湖主导美国民政府下的议会制度也是哦。他们叫做 pseudo Congress， pretend to be something it is not。我们做的国会的这些都是模拟、仿效，还不是真正的。真正的国会是审议案、军事都要管的啊。但这种 man 啊，所以我们是过渡时期的一个制度哦。啊，这种制度这么轻松，为什么还不好好的参与？我想不台湾人啊，你们算是很轻松可以做这件事。我们台湾民政府是被占领地人民所组成的民事政府，不是自己可以随便改变。原先所属大日本帝国所设定的制度，你要改可以啊，先回到那里面，你要怎么改看天皇怎么决定啊，提出你的意见看法啊，对不对？我们目前议会制度是仿效大日本议会尝试运作，方便在未来一旦美国主要占领全国同意之后衔接，所以还是要美国同意啊，衔接回去大日本帝国系统啊，回去那个系统，你就回到原点再出发嘛，我们要出发可是要回到原点，就算大日本帝国人民台湾人想在这地土地上自治，也要按照规矩程序进行，无法造次，先恢复先前大日本帝国系统，并且要在天皇同意前提之下进行改变。就像呢、哦、下一张、哦、这个可以看过吗？还是都没有看过？看过举手。哎，都没有，很久没有看过我的课了、哦、好，放下来，这就是过去嘛，咱本来是部落形式的风啊，四万年前，咱来到台湾，咱的祖先4万年前就来台湾了。咱的祖先呢、啊，咱来的只有两种人啊，高山族、平埔族啊。啊，以为讲台语就变台湾人，讲客语就变客人，啊，地人的姓就变中国人，靠一关呢？不是啊，咱只有一种人啊，啊，过去 M174的后代住在这土地生土啊，后来因为政治的关系，你看过来大渡王国、西班牙、荷兰。大清国殖民地，后来马关条约大日本帝国殖民地开始建构台湾主权，对吧？后来这个动作叫什么？永久性的系统改变，因惯了啦，已经这个土地已经变成日本天皇永远的土地了啦，除非他放弃了，但是目前没有啊，没有这个迹象显示啊，他从来也没放弃过啊。啊，如果你的身份都已经定了，那你还要被个欢喜啊？为什么呢？台湾人要跟人欢喜啊？那叫做欢呐、啊，就是我不爱，我不见呐，我要做台湾人，那么好笑吗？不是吗？你的身份已经定了啊，你的父母亲都定了啊，
你没有得选，啊，反而是这个暂时性系统，就是这中国流亡难民系统进来，它进来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进来？过去是当作殖民地进来，现在后来是什么？美国叫它进来的嘛？啊，为什么要叫它？它就是要破坏日国系统嘛，本来就强的嘛。美国讲讲哦，我给你建白了，你给我，他就找一个三流的系统进来啊，就在进来68年之后，哎，台湾人真的相信他是属于这个系统的人哦，所以基本上法理出来被他刮走啊，还有人跟着要走掉啊，对吧？虽然基本上下面党来的话，演讲不是有民进党有个国民党的人来吗？不要紧啊，为什么？那是基隆圣体，他台湾因内底拢有本土台湾人，拢有咱台积本帝国的臣民，因为国民党给你骗，基隆圣体的人，今麦搁唱伫他们那些组织里面。时间到了，这些人该回来了啦。我甲高家嘛，恁拢是台积本帝国的臣民嘛，卖国基隆骗，卖国个国民党去讨，还是民进去讨基隆骗嘛？时间到了，可以回来了，对不对？我们邀请嘛。邀请在这个不同的贵体的国民党这黑统来，你也是本土台湾人啊！我今麦把你真实身份讲出来以后，回来了，不要继续给人家玩，不要继续相信这个即将要离开的系统，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们对他们要很客气啊！你也是台湾人，给我们骗去你嘛？我们干嘛？我们跟他也没有仇，跟我们有仇是这中国难民啊，跟咱台是因啊，啊，个不是这中国人啊，对不对？中国人有杀过台湾人吗？有炸了台湾台？无啊！是中国流亡政府这难民，跟伊政府在台湾待了，台湾人嘛，才让咱这么气嘛。咱讨厌是这群人嘛，啊，不要没以后还要跟中国做生意，干不起。我们也是做生意嘛，所以比 open minded 就是大量嘛。民主党讲大度、大度、大量嘛。你是政府啊，不是一般的百姓，个人叫 get 起，不是嘛？你是政府单位，政府单位要有高度。要为了台湾的长久做计划、做打算，要为后代留后步，啊，拜拜爹接受在这边啊，够卡的，把这一群人赶走之后，你怎么站得住？你要这样想哦，不要那么单纯哦，啊，国际外交现实很险恶哦。后加在我前秘书长，跟一群台湾人要替我们在想这些事，那你们不用，你们只要在你们被。要去的那个领域好好的做就好了啊。贵企他们带来的媒体语言教育姓氏宗教都要有照顾，虽然一开始就是那官方语言英文日文嘛，正常嘛，这些合理的嘛，那本来就是这些人啊，是贵企用挖掉啊，那就挖到回来啊，回到大日本帝国体系里面嘛，现在会看的嘛，这回到我们永久性的系统里面，回到这里台湾地位正常化，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台湾人看无啊，啊，咱即马看有啊，咱都要跟伊讲哦。下一张，就这样。过去你看他改变不了什么嘛。你连民进党、国民党来这系统，什么抗议啊，什么立委啊，什么做的模范生啊，那无好嘛。那因为是去用通敌即滚嘛。你做因的市长嘛是赶快嘛。你永远改变不了事实。你做个总统嘛无好啊，你是假总统，去用算的总统。奴隶阶层，啊，他傻瓜，就算石头贴起来就倒，更应该买当做立总统。秘书长讲的呀，就是安尼啊，他公然买当做总统啊，因为他是统治阶级，你改变不了这个上下结构。虽然去告国家管的电管，叫伊个换掉，对不对？我告诉美国，你要自己来占领啊，你按照战争法、啊，你直接搞占领啊，你搞占领就别来改外语言，你搞占领别来搞改外国籍啊，因为今天我改欧北来啊，对不对？他想办法要暗度陈仓，被给他夹起来嘛，给你骗嘛，盖你的国旗，想讲你是中国人，安尼，所以中国今日会四国，什么南海联盟，拢是因为啥？拢是因为丢，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嘛。因为这个理由，他才说南海是我的，因为这个理由，他说钓鱼台是他的嘛。但是你如果这个东西把他赶走，他就不会做啦。因为台湾的理由，所以他才让香港一国两制嘛。啊，现在他知道台湾他拿不回来了，也不是他的。那就不需要一国两制啊，就一国一制就好了。为什么要两制？那你了解啊、哦？国际现实啊，一下就一目了然啊。啊，我们就在这个转接期里面扮演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关键性的事件、关键性的角色，就是这样。哦，来，再下来。
啊，美国的国会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可以印钞票、哦，可以抽税哦。你看，这种可以做的事情哈、哦。那国家的预算法案啊，还有那个国防，都是国会在控制的哈、哦。然后呢 ？OK， 没关系，先不讲这，下一个。啊、哦，再下一个。哦。在以前我们的那个天王颁布1868年讲什么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哦、来下一个，他那时候日本成为近代拥有立宪君主制国家，同时制定法典，还有什么皇室家族法的皇室典范，宪法、贵族院令、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会计法等重要法令、哦、慢慢大家有看这哪个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什么？下一个。哦，在现在这个制度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就再整理一下刚才讲的，帮助大日本帝国台湾本岛人生存下去。现在不是活得好吗？错，大家都以为错误的认同活着，清楚知道什么是生存战争。贵给咱讲下生存战争了吗？我上过我的课都知道嘛，台湾解码。哦。啊，知道吗？我们是为了生存在这边战争的哦。台湾人为了生存哦，什么叫生存战争？这世界上哦，我现在几分钟，我简单讲一下，讲到拍电了哈，大家都为了生存，那这个生存一定要隔几堆才有法生存，你一个单打独斗无法度，啊，隔几堆台湾阁无偌济人怎么办？一定要想办法跟，不要自己直接化独立，那什么样的生存？怎么战争？被怕下人。那时候台独有一些人跟我讲说：“那、啊、徐老师，我们台湾人都在独立啊，做自己的啊。”我讲很简单啊，你要独立，你要先打败美国。为什么要打败美国？因为美国给咱占领嘛，你要打美国嘛，给怕到。啊，第二个都要怕啥？怕日本。为什么？伊是咱母国啊！你要独立，就跟美国要独立一样，要打英国啊，打到赢了才能独立嘛，对啊。啊，第三个还防止中国吃你。嚯、哦，世界三大强国，你两。几千瓜班，然后没敢爬，怎么可能啊？你要会算嘛？会点，而且坏人拢是老人，你呐，去爬拢少年呢。老人在后边去推哦，去推哦，是不是？啊，这就是生存战争啊！我那时候讲生存战争的时候，刚刚才在那个台湾史节嘛，人家讲，贵起大日本帝国因为战败的关系，被人家五马分尸啊。天皇头被剁掉嘛，是不是被剁掉？怎么剁？悬置嘛，变成符号性质嘛。过去天皇，我来讲哈，我们有一些同行还搞不清楚，天皇被悬置这个还不算很严重的事情，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伯狼灾哈，天皇的人间宣言，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天皇发布一个。宣言，讲人间宣言，什么叫人间宣言？就是我是人啊啦，我不是天皇啊啦。那个对台整个日本帝国的臣民来讲是很大的打击。本来是天皇哎、欸，天皇是等同于神这种位阶的，又来讲我是人，他要宣布。所以美国、日本的那两颗原子弹还不够严重，最严重就是叫日本天皇宣布人间宣言。哦，所以日本整个神道 ，Hinduism， 就是把天皇当作神这件事情，因为美国这个麦克阿瑟这个动作，就被转换了。所以基麦吉不能对日本天皇的那个尊崇程度，有一部分人还是尊他为天皇，有一部分的日本国民就认为他就是一个行诸白亚坑 A 呀。所以以后我会慢慢越讲越深哦，因为我们是内阁成员，可以讲这么多，我们不是初级班。你要知道权力斗争是什么，这就是权力斗争。麦克阿瑟那时候希望日本的参众议员改成一院制，你知道吗？是日本人反对，他才把改成说两院制。一院制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议院啊，然后大家都人民选出来，就没有所谓的贵族院了。美国要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你啊，因为美国人讨厌英国嘛，当初就是从英国独立出来，所以他很讨厌有国王这件事情。有讨厌国王下面设立议，又有贵族院，这一雄扯，
结果美国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啊，他一样有所谓的贵族啊，有些家族就一直在那边当官啊，干不起，你没办法避。政治权力本来就这样，永远有一些所谓的政治的强势家族在那个地方。啊，我刚才讲回大日本帝国，天皇人间宣言，阿利奥宾呢，所以就产生他们想在日本建构一个像美国一样的系统在那边，但是没办法一次给他压过去，把它改掉，所以就在那边谈判。啊，起码成而死，他发觉已经不对了，不能这样玩了，因为中国起来了。啊，日本要他起来怎么办？又要回到大日本帝国嘛？啊，这个要让他恢复正常啊，头再装回去啊，干不起，要不然没办法发号施令啊，那就不能当美国当做亚太地区的负责啊，啊不，你要么就是我们刚才讲，让中国这个来取代吗？来新的游戏规则跑进来吗？不可能嘛，所以说几年前讲说。老大一定会把老二抬起来，让老三压下去嘛。现在老三被强压得过老二嘛，所以日本经济哇，三年前讲一定会起来2%到3%，中国掉2%到3%，安内嘟嘟阿后嘛，势力拉开来嘛，政局世界的局势才会稳定嘛。啊，你如果让两强在那边争的话，一定乱的嘛。哦，这就是大部分的。情况啊，随便讲讲哈。再来，透过立法配合监督行政部门，帮助台湾在废墟中重建家园，跟知道什么是日本帝国建设。哎，都看过我的影片嘛，台湾史街嘛，很多照片。贵给日本是安那叠台湾建设，是把它当作帝国的地方来建设。那你内阁嘛是哦，要有帝国的规格来建设台湾哦。卖个难民一头哦，那俗称来蛋雕哦。里面有文化建设、制度建设跟经济建设哦 ，system 要回到以前帝国的系统，你要去研究哦，日文要去学哦，要做各国去做 study 哦，把中国那什么五权你要不淡掉哦，过去你背都唔对哦，要有新的哦，文化建设，过去的文化都唔对，什么客家文化祭啊，什么节都唔对呢，那种中国呀，我都在讲嘛。他带来那个系统文字姓氏黑龙黑来呢，你现在要把整个推掉呢，要衔接回到大日本帝国系统，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很困难哦，但是一定要做啊，你既然走上第一步就第二步第三步一直会滴滴行下去呢，没有回头路呢，你不能我在这边开车头往后看那车子一定会撞到的呢，你一旦走下去就是一直就坚持从头走到尾呢，不可以再往后看呢，说啊过去的日子可能比较好过，那就完蛋了。啊，过去拢中文，即卖应该中文应该很顺啊，唔对呢？系统要改很辛苦，唔对呢？你要继续往前走呢？啊，没有回头路哎，已经没有回头路，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哦，当一个称职的衔接角色，台湾民政府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府组织，但发展方向却是清楚的，就是在美军宣布台湾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后，将成为正式治理台湾的政府。正式哦，进谁？正式的哈，在受到安全的保护期间之内，建构一套可供未来后进议员参考的议会制度出来，这是给议员的啦。但是我们内阁也是一样，在这安全保护，安全保护就是你不会出乱子啦，你出乱子，立刻底下控制掉的啦，你不可能造出太大的乱子。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自由发挥啊，好好去计划一些新的东西嘛，啊，学会倾听人民。哎，公投这些，我还准备问他们哈，倾听人民的声音，忠实反映在议场上，好让行政准确的掌握民进，好，解决人民的需求。我请问你哈，人民的声音如果是这样说，哎，为什么要用英文跟日文啊？啊，过去用中文的好些好些啊，你这样改很造成我们的困扰，我们小孩子都不晓得念什么了，怎么办？你是行政，怎么办？请听人民的声音吗？你是议员，你要请听人民的声音吗？啊，你会走回头路吗？是不是？所以我刚才问讲，谁是你的主人啊？向是给你权力，向上大，你若讲人民就完蛋了、啊，人民就会出现这种声音啊，跟你讲走回去啊，过去我们都行之有年啊，为什么要突然就要改变制度？拍谁哦？当初中国来的，就无跟你问讲，过去日本多少年哦？伊跟你改就是改，为什么？
他是占领者啊，你是被占地的人民啊，你凭什么跟我讲说要用什么制度？你凭什么跟我讲要用什么？虽然他违反战争法哦，但是你也无材料去甲改啊。迄阵台湾人无巧甲讲去甲告啊，迄阵嘛无人办，办战争法是什么？对于被占领地的人民可以做什么？无人知影啊，所以才去用假嘻嘻啊。但是你即马等来，人民买出机关枪哦，你要怎么样把他压下去？跟他讲什么才是对的？你要听人民的声音吗？拜托，我刚才讲民主嘛，民主很重要吗？在这个阶段没有，在人民没有交到变成大日本帝国臣民之前，不用，因为他脑袋都不对，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目标跟方向要去执行嘛。我现在听你的声音，我根本就走不了这条路嘛，这是很急或不然，要么这样，要么这样，只能选一条路啊。你不按那行都袂使嘞。请听人民的声音吗？大家来呼求，我唔惊咧，没安怎，以后没有前途，拍谁哦？这就是我们要走的方向，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好。我会想办法协调这件事情，但是绝对不会往回走。好，下一章。啊、哦，大日本帝国宪法那时候用毛笔字写出来，大家做参考就好了啦。啊、哦，下一章，权力哈。哦哦，有什么叫做 unitary government 啊、哦？什么叫复合制的？美国是复合制的制度，哦，我们是单一制的。啊，复合制就是很多州政府的权力交出来。我时间只有几分钟，再走。哦，美国是世界第一个建立现代联邦制的国家，另外还有澳大利亚、德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哦，世界上有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在执行他们的事情。下一章。哦，啊，议会制又叫内阁制，你们自己可以上网去打。啊、哦，研究来下一章。啊、哦，议院内阁制，啊、哦，如果不透过信任票的话，内阁跟所有的阁员要总辞，然后结束。啊，我们都不用总辞啊，我们不用辞啊，就是一直是那个位置下去哈。山西在做个退休华裔委记啊，下一个，啊、哦，来下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啊、哦。总统可以否决国会法案，提名联邦，这个啊，哎，这叫 check and balance， 让它平衡。好，下一张，再下一张，再下一张，下一张，啊，再下一张。好，这个是参众议员哈，参众议员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们突然接到那个位置哦，哎，我时间差不多，参众议员没那么简单，所以他们要什么？后面要有。智囊团，智囊团就是国会助理这些人，有的人多到10-20个人。啊，我们内阁出去以后也需要很多的 support 支持，所以也会成立很多的部门。以后我们内阁开始去施行运作的时候，需要很多美方、日方的人进来帮助我们，让这个衔接能够很顺利的达成。好，我今天上课讲到这边。各位委员，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哈，等下40分回来这边开始看书哈，先看书。好，下课休息10分钟。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请先回座一下哈，请先回座位一下，谢谢。各位同心，我们现在